看他们两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来看一下这一棒带起来在右半边那个平飞球，又出去了，掰了个掰，两分炮。哇，林子豪这个挥一棒啊，相当的豪迈，相当的漂亮，炸裂了一个右外方向的平射炮，这是两分打点全垒打。现在同时的比数10-3，哇，这场比赛同时所敲出来的第四轰，就是四支全垒打拿7分，太可怕了。对，还是长打哈。今天这场比赛应该会让市民看得稍微开心一些些哦。哇，最近的这个比赛啊，在这场比赛之前，再来看一下。哇，又是跑到一个红中位。对，确实哦。对，右外野这边哦，在天母真的是比较容易形成全垒打。